当时呢，我们就在同样的这个位置，同样的这个景色，拍下了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张婚纱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还原一波。我们之前在这边这一条呢，有拍一张像这样的感觉，很漂亮吧？有种唯美感。假将，我们现在人在台中高铁。我们今天要拍一个还蛮特别的企划。这一次呢，我们来到台中，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我们想要去找回初心，找回我们婚姻的起点。没有，那就是我们已经毁灭了，已经终点了，是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跑来台中？其实我们是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日月潭。那日月潭呢，其实是我们当初拍婚纱照的地方。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去找回我们婚姻的初心，怎么样？我跟你说没有了，起点即是终点。是这么快的吗？想当年我们来到日月潭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哇，那时候我还蛮瘦的哦。好意思讲啊？你那时候也很正的，开玩笑。我会不会讲话？现在也很正。那时候的我们呢，是没有布布的状态哦。你看这个小子，你看身上长虫。这个。谢谢。那今天呢，我们就会从台中高铁站这边搭乘往日月潭线的这个台湾好行，沿途边玩边带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当初拍婚纱照的地方，看我们还找不找得到啦，应该是找得到。灭亡了吧？什么灭亡？这是湖还在那，怎么灭亡？然后我们的车好像准备来了，我们就先去搭车 ，Let's go。如果你要去坐 bus 吗？对。Yes， 你要坐什么 bus？ 好大的 bus， 对不对？对。好了，你等一下，还没啦，等一下啦，我们的车还没到啦。我们要准备出发喽，好吗？没有打开，那个没有打开，那个不能打开，那个是飞机的，小笨蛋。好了，那我们要出发喽，布布，你说 Let's go。我打不开，他很坚持要打。OK， 我们的第一站呢，来到了陶敏坑。这里有几个点呢，大家如果带小朋友来可以去，就是紫教堂，然后还有陶敏坑生态村。对，但是呢，你知道最近布布很喜欢吃巧克力，虽然说。不太能吃太多，但是呢，我们事前呢有做功课，这里呢其实有一个超级完美打卡景点，而且它是一个巧克力的梦幻城堡的感觉。那它的园区呢，就像后面看到这样超漂亮的一个城堡，哎，很夸张哎，很像有来到那种欧美的感觉。对，哇，这个城堡真的是很气派，真的有来欧美的感觉耶。哦，一进来它这里每15分钟都会有光雕秀，哎，它这里感觉真的很像来到欧式宫廷的风格，哎。它这里呢还有变装区，有准备很多礼服要让小朋友穿。它这里呢是2018年开的。抱歉，你结婚的时候人家这里还没开哦。其实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拍婚纱照，外面啊，或者是它某一个角落。感觉超好吃的，上面还有放巧克力跟饼干。这里呢也有教你 DIY 巧克力，超棒的哦。它这里有一台很酷的机器哦，你只要把卡插进去，你就可以体验这个制作巧克力的过程。好的，我们带着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就直接前往下一站。我们现在就位于日月潭缆车旁边的益达少的商圈，这里有很多东西，就有很多餐厅啊、小吃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喝过日月潭红茶，所以既然来到了日月潭，肯定是要喝一下红茶的。那这边其实真的有非常多好吃、好喝、好玩的东西，它还有一些伴手礼可以买。那我们就去下一站。哇，我们来到了日月潭缆车。我觉得缆车这样子看出去真的是很漂亮，然后从这里再看一下，这真的蛮可怕的。我们搭完缆车回来，我觉得它的速度蛮快的，我觉得也是蛮刺激的。沿路可以这样子从高处看着日月潭，我觉得非常的棒。或者是你拍婚纱可以安排一站，但是里面空间有限，时间有限，我是觉得是可以拍一些很酷的东西。OK，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水社码头这个水社商圈这一带哦。这一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也是我们这一趟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来拍一张照片，一比一的照片。不会一比一啊，拜托，你都横向几倍，怎么可能会一比一？一比三的照片，反正呢，给大家看一下。讲讲讲讲，漂亮吧？这个就是日月潭啦。我们在拍婚纱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有拍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也是我最爱最爱的一张照片。在我们去找到拍摄地之前呢，这里呢就是日月潭最热闹的商圈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了，我们先去吃个午餐，吃完以后我们再去回味我们当年的。你就直接跳下去，什么就是回味了。我们等一下要去找回我们当年的这个初心，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曾经在日月潭这边萌芽、灭迹，留下没有灭迹，好不好？恐龙哦。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在码头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少主风味的餐厅。听说呢，在网络上呢，有非常多人推荐这一间很有原住民特色风味的餐点。OK， 我觉得它的摆盘也太漂亮了吧，而且也太大盘了吧。但是我细看的话，它的量其实没有到非常多啦，其实就是盘子的摆设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吃饱呢，来到这个地方散步了。哇，这个码头真的是有够漂亮。你还记得我们是在哪里拍的吗？没有，我们要还原。随便一个啊，你已经不可能还原了。不可能还原的部分是什么？身材的部分，还是我们的感情的部分，还是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把那个爱找回来。还是不会有那边而已啦，走那么远。应该就是在这里拍的，没错。哦，很晃很晃，这是四号码头。好的，这个回不去了。没有，好不好？还没开拍，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照片。当时呢，我们就在同样的这个位置，同样的这个景色，拍下了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张婚纱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还原一波。怎么样？大家觉得有像吗？有充满爱意吗？还是充满了怨恨呢？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事隔多年啊，同样的地点，婚纱到有小孩，可能我们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你儿子结婚，我离婚了。上车。姐姐，我们来到了象山站游客中心。你不能按喇叭，要罚钱哦。不要按的啦。这是第一次布布这样坐电动车。我第一次骑电动脚踏车哎。载他吗？对。也是第一次骑电动车。对，只有两个第一次。其实这里呢，我们当初也有来这边取景拍摄婚纱。我发现事隔多年，这边规划的越来越好。它这个休息站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这里有拍过几张很漂亮、很唯美的照片，就是像这样，还有像这样，对。其实是非常适合拍婚纱的。另外呢，下面这边我们之前在这里也有拍摄几张照片，我们等一下如果有下去再带大家看看。哇，这里真的是超级怀念。我们之前在这边这一条呢，有拍一张像这样
的感觉，很漂亮吧，有种唯美感。另外在上面呢，我们又拍一张像这样从远处拍过来的这种感觉，很像在眺望的感觉。最好玩的是我们有到那个湖旁边拍哦，因为呢默默穿婚纱的关系，所以他那个裙子啊上面都是树叶树枝，还有一堆那个蟋蟀在那边跳来跳去，就很好笑。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很厉害。今天入住的呢就是你看到后面的这一栋民宿，它的名字叫做散步的云。这间民宿呢我告诉你真的不好订，而且呢这里真的很漂亮，它有一点点像在一个小山谷的中间哦。像现在这个五点多的时间，整个看出去就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微微的凉风吹过来真的是超赞。然后你看他们家有两只鸭子就会一直跑进去，不太怕人啦、啊、它的装潢呢其实非常简洁很舒适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要入住的房间听说超级厉害，是他们这边呢很多家庭首选的房间。OK， 好的，大家觉得这个住宿感觉如何呢？那我真的是第一次住民宿，然后他的房间里面本身就有自己私人的露天风雨，而且还在这么大自然的地方，我觉得真的蛮酷的。OK， 好的，各位早安。昨天呢，我觉得住起来是非常的舒服，昨天晚上跟布布在外面玩水，玩得蛮开心的。昨天晚上刚好天气也不会太冷，所以在那边玩水，然后还可以看看天上星星，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棒。OK， 我们来到了口述派出所站，这里呢有一个活盆地雨鞋出租，究竟为什么要租雨鞋呢？等下再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你会不会走路？你还会走路吗？会。1、2、3、4。它跳起来会震动，原因是因为它会把下雨的雨水储存在它的土壤里面。你们可以摸摸看它的土壤到底有多柔软。这里的泥土呢是非常的深不可测，它有时候会很软，有时候会很硬。你看摸摸，这里叫活盆地啊，就是以前有日月潭嘛，有日跟月，那这里就是日。但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把水引流引掉，所以这一块土地才会变成这样。OK， 我们来到水里蛇窑。这里的门票呢是150块，我们等下可以进去做 DIY， 还可以吃冰淇淋，还可以吃甜点。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搭乘的是车程线，那车程线呢这一站就是水里蛇窑站。它这里面就有卖非常多很漂亮的那种碗啊、杯子啊。OK， 我们来到了车城火车站这边。我跟你讲，车城真的是一个非常酷的地方。你很难想象，在台湾这种山的峡谷里面，有一个小小神秘城镇的感觉。拍很多你平常在火车站拍不了的照片。哇，这个是车城的老车站，超级复古哎，这个感觉都可以拍电影。那我们等一下呢，来到这边要来体验 DIY 敲木。现在要敲图案，大概这个影片上。
天要来煮羹一只呢。OK， 那我们这一趟的这个日月潭婚纱照再次体验之旅，我们要找回我们当初爱的。没有。这一次呢，我们除了找回以外哦，我们随着台湾好行也探索了很多的站。我必须说呢，很多地方虽然在台湾，但是我们其实都很少去探索。台湾好行通常都会有最在地人会知道的一些旅游景点。在地人规划。对，可能这些景点呢不一定是你常常会看到，我们会把台湾好行相关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说明文，你可以自己去看看。那这一次非常开心来到南投这边啊，真的是很久没有来南投走走了。好的，那南投日月潭或车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样你觉得想要推荐给我们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按个赞，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拍过婚纱照可以鼓励他们再去同样的地点啊。那最后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Facebook 还有我们是夫妻好多个赞，就下集影片见，拜拜。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 horse。你从医院看的。你这样好像什么鬼片？我叫比较。他叫你不要讲话。同一款。家这个的盘是同一款。对，他说阿妈家这个盘子。那是阿祖。